欢迎张哲瀚来到微博电影之夜红毯的现场，请您先来到我们的主面板前进行签名。带着满脸的笑容来的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对，好，请您来到我们的主面板前进行拍照。哲瀚最近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抢眼啊，不管是在电视剧作品当中还是电影作品当中，并且我也知道这最近还呢还会有这个电影作品要和我们见面哈。前两天在这个微博上有一个热搜，就是古装四美，我们哲瀚就入围了，古装扮相是非常的抢眼哈。欢迎哲瀚来到微博电影之夜，前两天刚刚见过面哈，来到微博电影之夜就要说一说关于电影的内容，听说最近有电影作品要和我们见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最近我拍的《烈火英雄》就要上映了，8月1号就会和大家见面。趁着还没有上映，赶紧和我们说一下，在这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什么角色？哦，这部电影真的，大家去之前最好是备好纸巾，就是一个非常感动大家的一个电影，我觉得是啊，容易流泪，对不对？上映日期是8月1号，8月1号，建军节那一天。8月1号记得继续电影院观看我们的电影《烈火》，看一下张哲瀚的精彩表现，好吧？好的，好，欢迎哲瀚。感谢您，那请您移步到我们的车前拍照区进行拍照留念。接下来登上红毯的是，现在步入红毯的是藤井树、徐展雄、